就没有他那个妈妈的那个鸡婆爱计较跟那个不道德了啦。孙丽梅啊，怎么那么没有良心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良心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说话不算话啦。是你叫我说实话，说你不会生气的呢。这一路来啦，我不是生气啦，是难过。好了好了啊，你们喝太多了啊，别喝了，哎，趁早睡觉了啊。我不要睡了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他说清楚。说什么清楚？说得够清楚了啊啊，该天再说了，好了，不要了，回房睡觉。我真的是白养你了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走了，回房睡觉去。哎，一梅啊，你也赶紧睡觉了。哎，你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哎呦，你看啊，你喝多了，我回去睡觉了。不要了，我要跟他说清楚了。哎呀，好了，睡觉去啊，睡觉了。一梅，我真的白养你了嘞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要跟你说清楚了。以后再也不要跟你说实话了啦，奇怪了，啊，你没有优点，我还是一样很爱你啊，有什么好伤心的啊？冯妈你好，我要找拍熊。拍熊啊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你要找拍熊啊？嗯，对。那你是谁啊？我是朱红。啊，朱红，哪一个朱红啊？嗯，我是问你，你是真的朱红还是假的朱红？我是真的朱红。真的，所以真的就是假的。拍熊，拍熊，我拍熊。拍熊，拍熊他不在，他去出任务了。出任务？哦，那没有关系。那冯妈，我先去上课。好，冯妈再见。再见。哎哎，等一下，那你要我跟他说你来找他吗？好啊。所以你是？我是朱红。啊，你是真的朱红。嗯。冯妈谢谢，冯妈再见。真的，假的？真的有时候是假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陪冯妈聊天，来坐坐坐。朱红啊，我跟你说哦，我们家小白熊好喜欢你哦。嗯，原来还要跟你说，讨厌，我还想说他后来都没有来找我，还以为他。你不要生他气，不要生他气哦，你知道吗？小拍熊这几天好可怜哦，他为了这件事情都闷闷不乐，连饺子跟面他都弄错了耶。是哦，说他好矛盾。矛盾？他应该是因为觉得配不上我，但是又喜欢上我了，所以觉得很矛盾。他说他分不清楚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他一定是因为我说的气话，让他觉得搞不清楚我是真的喜欢他，还是假的喜欢他。所以朱红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小拍熊真是个好孩子，他有很多优点哦，他又乖又孝顺，最大的优点就是
他好帅哦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冯妈啊，要请你好好的对我们家小拍熊哦。他如果自卑，你就主动一点。他如果害羞，你就热情一点，好不好？主动，热情。你要一个人躲起来自卑。其实我觉得你很帅，尤其是在面摊煮面的时候。虽然你一个月只有5000块的薪水，只有高中毕业，但这些我都不在乎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还是我要亲自告诉你，你才会相信我？那你现在听好了，冯曼雄，我喜欢你。不要吓我了嘛！哎，感情啊，这个朱红原来就是你那个矛盾跟麻烦呢。哎呀，他妈，不要求我了，很丢脸呢。哎呦，这谈恋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有什么好丢脸的嘛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这我也快乐不起来，就觉得脑袋瓜子有一圈蚊子一直绕，跟我说，哎，丢脸丢脸丢脸，很丢脸很丢脸，哎呦，哎呀，我还真没听人说过谈恋爱会丢脸的呢，除非呀，你的那个对象啊，根本就是你打心眼里不喜欢的那个，这就是问题呀，唐文，你觉得我喜欢朱红吗？我去，啊，我又不是你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那唐妈，你觉得我可以喜欢朱红吗？为什么不行啊？朱红哎，他是那个趾高气扬又惹人嫌的朱红哎。小心你的刀，啊。哎呀，朱红呢，看起来呢是任性了点儿。可是本质并不坏呀，不过呀，他呀只是受了他妈的影响呗。对哦，最近其实我也发现，其实他并不像平常我们感觉那么讨人厌呢。那你是不是在担心朱红他妈呀？这个呀，你就放宽心吧。陶妈，我呀从旁边看呢，朱夫人这人虽然是嘴不好，可是她呢也干不了什么坏事儿。哎，看她呀，把孩子当成心肝宝贝儿一样。要是朱磊挑媳妇儿啊，他肯定会刁难。可是要是朱红喜欢的人呢？他未必会啰嗦，你听过吗？这丈母娘看女婿啊，是越看越顺眼呐。哎，说不定呢，你哪天娶了朱红啊，
还能改造改造那钟夫人呢。嗯，陶妈，你讲到哪里去了啦？我连喜不喜欢朱红都还搞不清楚，你叫我娶朱红啊？这，哎呦，终身大事又不是日行一善，我才不要为了什么改造朱夫人牺牲掉我自己的幸福嘞。照这么看起来，这问题好像出在你喜不喜欢朱红的身上。哎，你不喜欢人家，干嘛跟人家约会呢？这就是我的矛盾啊。矛盾？这就是一个喜欢和不喜欢一翻两瞪眼的事儿，有什么好矛盾的嘛？哎，傻小子，妈，你真的不懂啊！我是真的想要喜欢，可是我的喜欢又不是真的喜欢呐。这我越听是越糊涂了，什么喜欢真的喜欢的？哎呦，我看你们这些年轻人谈恋爱呀。唐妈，我呀，真是雾里看花了，我没法明白了。我看你啊，还是找医美啊、富邦啊，跟他们好好聊聊吧。啊，帮不了你了。看来这纸真的是包不住火，该搬救兵的时候还是得搬救兵啊。朱红是小诗。哎，啊，你不是说小诗是校花？啊，你觉得朱红不好笑吗？啊，你不是说小诗长得像杨云加江林？他自己讲的哦，我也是受害者哦。哦，啊，算了啦，你也活该啦，谁叫你要跟人家说你的第一志愿是台大法律系？喂，再怎么说你也是共犯呢，还这样讲？哎，不要拖我下水哦。不过这样也好了哈，两个骗子，半斤加八两，刚刚好。哎，冯范雄啊，我以为一枚马上几扣已经是非常猛的事情了，没有想到你这个家伙才是电电吃三碗公。哎，什么？我把一元，明明是一元把我。哎，管他谁把谁啊！重点是啊，不要轻易被人家给上垒了，知不知道？哎，你无聊啊你。结婚是几垒啊？看你的表情啊，肯定是上了二垒啊。没有，我只是问一问而已啊，问一问。你呀，给我好好的待在二垒，不要动，不要被爱情给冲昏头了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啦，没那么笨啦。来，你要不要喝可乐？好啊。你请哦。那我也要一罐，啊，好了，去拿。哦耶！哎，你。你是积累了啊？是什么积累？一开始就爆头了，还问我积累？少来了，一天到晚吵架，请人家去约会了，你这个色胚没上来，鬼才相信啊！天地良心啊！你用膝盖想一想，朱红，哎，你敢碰哦？哎呦，说的也是哦，都忘了他最可怕的朱夫人啊。嗯，对吼，要是让朱夫人知道你跟朱红的事啊，哇，整个村子一定都会被翻过来。真的。他已经知道了啦。啊！然后嘞？该不会你们祖宗十八代被骚扰了吧？到底怎样了啦？他说要帮我爸还债，还要帮我开个面摊呢。只要你跟朱红一刀两断，只要你立刻消失。哎呦！啊，要不然嘞？他要我好好跟朱红在一起呀。啊！不会吧？你在做梦？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。可是那天他就恶狠狠站在我家门口，然后我想说啊，我一定被海 K 一顿海骂一顿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竟然哭哭啼啼，一直哀求我说：“哎呀，我拜托你啊，好好跟朱红在一起啊，好好带我们朱红啊。”原来母爱真的是这么伟大。还可以让一个人改邪归正，哎，那这样子你最大问题就解决了啊！你烦什么烦？好好的去谈恋爱啊！不是啊，这问题就是，这最大的问题解决之后，我才发现真正的问题呀！啊，什么问题？哎呦，我就根本搞不清楚，我是太想谈恋爱，还是我根本就在谈恋爱啊？哎，他还讲什么？
哎，讲白话文好不好？这意思就是说哈，就我真的很想跟小诗谈恋爱，可是朱红他就不是我心中的那个小诗嘛。但是明明这朱红他又是小诗啊，所以我就搞混了。我到底是要跟朱红谈恋爱呢，还是在跟恋爱谈恋爱啊？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想玩弄朱红的感情？不是啊，真的不是。我只是想说有一个人陪在身边，那个有时候可以一起骑脚踏车。 一起去夜市吃个甜不辣，一起去看看夜景啊什么。既然没有真的那个小诗，我想要朱红也可以嘛，就这到底是不是可以跟他谈个恋爱这样？哎，女生，到底恋爱的感觉是什么啊？恋爱的感觉啊，就是甜甜的，哦，对哦。 不完全是甜，有时候啊还会酸酸的，啊有时候啊还会苦苦的。你调饺子酱哦？哎呦，人家又不会形容啊！之前明明就谈过那么多次恋爱，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嘞？其实，哎，其实我每次谈恋爱，哎，你看我之前跟刘敏慧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，我想说带她出去很有面子啊。那跟唐雨萱是因为跟刘敏慧分手嘛。 啊，至于跟你，哎，不要提我，我是不会承认我跟你那一段的。那就对了嘛。其实，哎，我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恋爱感觉到底是什么啊。当你看到他的时候，你的心脏会蹦的一下。当他叫你名字的时候，你会突然发现，自己的名字真好听。 你会想告诉所有人，哎，他是我女朋友。当他跟别人说这是我男朋友，刹那间你会立刻觉得自己真是够撑头啊。他笑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痛快极了；但是当他哭的时候，你会恨不得自己能够为他翻天覆地。你会想要保护他。 想要为他无所不能，你会好希望好希望他会永远记得你，但是却又害怕他会永远惦记着你。当你笑着问他说：“你好吗？”其实心里在淌泪。他说好，你高兴，但是也难过。他说不好。 你更难过，但同时也在高兴。高兴什么呢？高兴，也许有一天，这一切能够从头再来过。我也希望你们从头再来过。可是他却跟我说。 我很好，富邦，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。一美，套，算了，都过去了，过去的事何必再提呢？怎么样，大情人，恋爱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感觉哦，这感觉好像还是没什么感觉。每次朱红叫我拍熊的时候。 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帅，也没有心脏会蹦一下。可是倒是想到小诗的时候，我心脏会蹦蹦蹦。可是，一看到朱红，哎呦，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哎呀，而且我也都不想告诉别人，朱红是我女朋友。哎，以前跟唐雨萱、刘敏慧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你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，为什么偏偏这个要搞神秘嘞？我怕你们笑我啊。 哎，富邦，你自己讲，跟朱红在一起是不是很好笑？为什么会笑？朱红又不是美女，又那么胖，朱妈又那么恐怖。冯拍熊啊，虽然说朱红是不怎么讨人喜欢，可是我现在觉得你的心态啊，更不讨人喜欢。你看孙艺美，她长得也不美啊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啊。 可是几抠啊，还是把他当成宝贝一样啊！套不吧。
最不讨人喜欢的就是你啦。人不美就一定不会有人爱吗？所以啊，爱不爱跟美不美无关嘛。光是冲着这个几扣对艺美的一往情深啊，我就对几扣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陶富邦，这么说来，你是觉得我配不上许议员喽？好，你等着，等我考取大学哦，你再看看是谁配不上谁。小姐啊，这个问题啊，等你考取了大学再来伤脑筋吧。啊，你少瞧不起人了啦你！我现在就回去念书，到时候你试试看啊，拿去还你了，不喝了。哎呦，不错嘛，所以美啊。拿出复仇的骨气，给我好好考上啊！你放心啦，我让你配副眼镜的。要读什么？读多少？500。名落孙山。吊桥尾。500，我赢定了。那可不一定哦，傻人有傻福的。清明啊，爱请你保庇呢，保庇阮孙艺美哦。明仔载考试的时阵哦，迄题目伊拢熟悉啦。啊，佮有老师咧改考卷的时阵哦，莫佮突错啊，莫佮改唔对啊啦。啊，佮有准考准，准考准希望哦，真是阮艺美哦，真是佮收条条，袂使佮放弃啊。拜托，拜托。时间来到了孙艺美第二次联考的前夕，孙妈妈照样比孙艺美还要紧张，一连3天失眠，一合眼就梦见她把艺美抱回家的那一天。